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Team Music 听音乐的频道。好，相信大家已经经验过前几周迷你演唱会了。那这一周是最后一周，是我们的总直播。那究竟会怎么样呢？那我们来拭目以待喽。Let's go！等一下，是不是有点不舍？好啊，对我们。你先访问他，刚刚最多了，他已经在了。洪忠浩 ，OK， 收工。希望他的记忆力可以好一点。希望他的干号可以好一点。是有够贱。没有没有，就放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唯一真心的话，就是大家都一起演毕。不要，全班一起演毕。你有什么毛病？对，因为我英语还不错。你不要拖大家。全部一起演毕。对，因为我真的太舍不得大家，所以大家就演毕。我真的每一天都觉得跟大学同学相处的日子变少，很难过。所以希望可以在剩下的日子好好跟同学们相处，因为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我会爆哭。再见，很辛苦。不然你来帮我修一句我让我自己我觉得我们班真的都好大家都很友善，大家都是好人。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的专长，所以我觉得说就是只要大家好好运用自己的专长，自己的喜好，然后去找工作一定是可以的。经过一次一次的一些合作啊，像是我们的刘文志或是毕志，然后大家也都是很愿意配合我们，所以我觉得班级是一个团结也很
热心助人的班级，因为我大二才进来这个班，但是后面三年待在这个班里面其实很开心，大家一起做一样的事情，对，就是完成了我大学最后的心愿，大家一起玩音乐，对，然后因为毕志这个关卡，所以让大家的感情是又更进一步，对，然后希望大家毕业之后可以继续为自己的梦想前进。那就祝大家毕业快乐！你要为自己的梦想一卡通，也可以嘞。谢谢阿姨的祝福。不客气，大拜拜，后会有期，耶！无语无语，真的没什么好说的，大家辛苦了。有过客套，这是一种唯革命情感，大家一起对抗不公无义的事情。没有，你没有对抗成功。没错，大家都没有成功，每次都是被打败的那个。你可能很有想法，你很有想要做什么。喂，那气质好不好？可能说你很可爱，别人会不支持你，或者是市长会不支持你。那不一定是你不好，只是你在不对的地方提出了这个看法，所以没有被拿来采用的。不要气馁，对。当你遇到这种时刻的时候 ，I'll be with you。希望以后如果我还做音乐，可以遇到大家了。但是如果我没有做音乐，可能遇不到。可以揪，揪团做音乐吗？没有，揪团可能一起玩啊。哦，当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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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缘，大家还是一起去玩游戏啊，还是什么规划，大家一起出去玩。找陈伟就对了。玩个哪里啊？日本、韩国都行吧。好，拜拜。祝大家毕业之后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就可以把兴趣变成工作，然后可以在这之间取到平衡。希望大家可以毕业后顺利找到自己想要的工作，毕业快乐！希望大家不要毕业即失业。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就是很不错。好，各位同学，我会很想你们的，拜拜。希望大家以后在那个音乐道路上，其实加油。笑什么？在那个音乐道路上，大家都要加油，好不好？更努力，更加油，加油，好不好？如果未来如果有重建成功的话，记得应征我当员工，好吗 ？OK， 大家毕业快乐，一起加油。以后同学会揪我喝酒。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希望我们班以后可以发扬光大，然后也许我们不会再见面了，但是我会想念你们的。好，拜拜啦。就是希望大家未来都很好，然后有缘再见。我跟你们相处四年来，休学休掉不少人。希望大家未来都能走往自己想走的方向走，希望我未来能往音乐走。好了，虽然你们有些时候有点累了，不是有点累，就是会让我有点懊恼。不过大家同学影响，希望你们未来顺利，真的。好，因为我家住花莲，然后大家都觉得我来这是疯子，对啊，那么远就要来台南来念书，但是我很开心能够认识大家。我们撑到最后了，我们终于结束了，赶快让我毕业。其实大家都很棒，然后就是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就看得出大家的潜力，所以那时候大三的时候才下定决心想要帮大家办一个活动留人之二，然后办完之后就是非常的感动，对，那今天也走到这一步，毕业快乐。你偷灯看爆耶，对，宝宝们，虽然呢我中间离开了你们，但是还是很开心看你们毕业。你是主任吗？希望啊，对，我是，我不能讲名字哦，我是陈品光。然后呢，陈品，希望你们以后有人可以早生贵子，然后有人可以工作顺利，大家发大财养我，谢谢。我觉得我们这个班，虽然有时候大家都很叛逆，但是到了这种时候，就是大家还是很团结，然后一起办好这个活动，我真的蛮开心的。
虽然我是做幕后没有表演，但是我也可以感受到他们在台上的快乐，他帮他们调音这样。非常感谢大家这四年来的陪伴，大家毕业快乐，恭喜大家，我们的苦难我们终于撑过来了，进入社会大家加油。你进吗？很近啊。我干嘛？我重新说。我们这次是从身份的一个转变，就是我们可能以前毕业我们都是学生，变成另外一间学校的学生，但是我们这一次就是毕业之后就不会再是学生了，除非你有去读研究所。那我觉得就是一个就也是身份的转变啦，就是曾经我们熟悉的东西上课啊什么的都不一样，毕竟我们也是流行乐系，我开不了口的话，我觉得我都放在歌词里面的。就像我歌词写的，我觉得这不是终点，这是我们下一站的起点。不管你们喜不喜欢我，但是我很喜欢大家。我觉得跟大家一起做事，一起读书什么的，一起做事情，对，至少我对你们，我是觉得很开心的。谢谢你们，你们都是我。你们都是我很重要的回忆。谢谢大家来看这个南台科大的新书系的会直播，那也谢谢大家这四年来的陪伴，陪我们经历很多演出啊等等之类的，很默默入性的，对，就是跟大家一起经历了很多啊，对，就是我们一年级的开始，很感性哎。我今天主要没有讲什么，反正祝大家毕业快乐。那我们以后也许在音乐道路上有人再相见。表演系讲的同学哈，已经经过四年的努力哈，今天做毕业展，并在线上直播，很难得的体验。我之前都是演唱会户外的模式在演，其实现在是以直播上，哦，就更大的压力，线上的。粉丝啊，哈，努力给很大的一个加油，那也希望往后能得到更多的努力啊。同学，我在讲什么？老师太感性了。反正就是这四年来同学的努力，今天总算有一个结果。那往后同学继续努力啊，朝自己的理想去发挥，朝自己想要的路去走，发挥更自己的专长。能找到更好的出路，对社会上、对自己、对家人都朋友都得到更多的一个努力跟收获，这样子。好，也祝福同学们毕业快乐。谢谢所有的指导老师，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所有的表演的乐团，以及正在收看直播的你。
那我们明年演唱会再次告一段落，谢谢大家。